京剧新人展演。你觉得你今天表现的怎么样啊？挺好的。杨志就这样，没完没了了。甭点评了，你别唱，压根儿他不会，嗓子发音不对的呢。打鸭子上架，这是什么呀？你还像唱小生的吗？你听我的，应该干嘛干嘛的。完了，这完了。反正就遭恨的话都是我说嘛。还原名家本真，品读粉墨人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卷儿来了。我们本期节目呢，请到了京胡名家李祖明先生。其实很多朋友对他并不陌生了，因为是在2013年首届少儿京剧电视大赛上，他的真性情的点评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今天我们卷儿来的舞台上呢，将再现李祖明先生对艺术的独特见解。那除了李祖明先生之外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他的好朋友做助阵嘉宾。欢迎李祖明先生，欢迎京剧名家杨赤先生，欢迎宋小川先生，欢迎欢迎三位。我们也在新媒体端的进行了信息的发布，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我们呢按照地区的分布呢，从中选出了100位虚拟观众席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也用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欢迎欢迎你们的到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100位虚拟观众的网友朋友们的分布情况，请看热力图。普遍来自上海、河南、北京、山西。好，欢迎欢迎我们这些网友朋友。那接下来您看我们这个舞台上的打出的字幕啊，今天咱们就进行一场京剧新人展演，请我们的三位老师呢来做我们的评委。此时此刻，请三位老师分享一下目前的感受。杨赤老师，这个回想起以前跟李老师做评委，非常的痛快。怎么痛快？有时候呢，不好说的话，啊，不好意思说的话，那李老师都帮我们说了。反正就遭恨的话都是我说嘛，对吧？好，那李老师您分享一下感受吧。您今天点评还会这个延续以往的那种风格吗？也不会了，也不会了。因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也有点就感觉有点太厉害了。这都是慢板，实在唱的音准不好，得有嗓子，没嗓子不成。太做作，你每个字都要那个美劲儿，没显出你那个敲功啊？怎么有点河北梆子味儿？老师的表情好严肃。你要嫌我太严格，现在只有一办法。给我下了，赶快换个人。但是我本心的是为了他们好，对吧？但是我要坐这儿了，我要不说出一点或者是两点，我对不住。对，您自个儿又不容易，自个儿又难受。对，我就难受，我觉得好像没跟人说实话。对，所以今天您还是实话实说吧，尽量保持原来那样吧。好，太期待了。宋小川老师，请分享感受。我的感受就是，当了很多年的评委，也参加了角儿来了的嘉宾无数次，但是我想今天给我一个机会，我想跟董毅您换个位置，您当评委，我当主持人，行不行？辽宁觉得这样好不好？这行，这不错，这不错。您得说说您的理由，您为什么要跟我换位置？因为我每次我还没来呢，我就回去了。这个梗啊是怎么回事？就是卷儿来了呢，最早有这档节目之前呢，是请到了宋小川老师做策划参谋，他不少来，他比卷儿来的次数还多。对，但每次来是干嘛的呢？棒角儿的，棒角儿的，当嘉宾的。所以后来呢，有很多人说我们这个节目不叫卷儿来了，叫宋小川和他的朋友们。我跟你说，他主要是为什么吗？他不遭恨。他做主持人没问题，不得罪人啊。对呀，和稀泥嘛。他做评委，他得说实话吧。所以我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董毅老师。哎，你看看，你看，这个遭恨是董毅老师。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对的，对对对。那您同意吗？我同意。你换换他了。换吧。他主持不错了。真的吗？换一风格，咱们看看他主持怎么样。那您一会儿点评点评他的主持。好的，对，好。来，请。交接仪式现在开始。来，宋主持。哟，还准备手卡了？手卡了，对。你看您看的，请，请董评委。
宋主持人上任了哈，把那个口条捋直了，放回去好好说。下面我正式宣布，今天的主持节目由我们宋小川同志担当主持。好好好好好好，雷他们折他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是菊儿来了，京剧新人展播正式开始。展演，展演，说错喽。哦，你看，不如董老师吧，念错了，紧张。好，京剧新人展演正式开始。今天啊，可谓是高手云集，优秀选手。我打断一下啊，您略微稳着点啊，对，稳着点。您别着急，对，您这嘴里头怎么老拌蒜呢？这已经对我开始攻击了，我开始紧张了。来，重新开始啊。菊儿来了，京剧新人展演正式开始。今天可谓是高手云集。首先，我们请出第一位选手，今年只有6岁的王佩欣，为您献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梅派名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担任琴师伴奏的是张子欣。呀，好可爱小朋友！这小菊儿来了，好。头疼不疼啊？不疼。不疼哈，听听评委老师点评好不好？嗯。想听董老师点评吗？董老师不敢点评，董老师点评主持人，主持人没有跟你互动。怕我没跟你互动？你想跟我互动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哈，那行，那你想听谁点评？你说，你自己说。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哈，那这样，请杨驰院长点评好不好？小川，哎，你今天不应该抢董毅的活儿。我栽了是吗？你砸了，我跟你说，哎，你觉得我砸了吗？什么意思？没明白哈。这个我们小佩欣啊，非常好，首先扮相就漂亮。这小扮相6岁，真的是不错，而且节奏感特别好，唱的也不错，身上也不错。我估计李祖明老师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对，非常淡定。谢谢老师。哎，小朋友，你看看中间的，哎，这位评委老师什么感觉？他叫李祖明爷爷。您看中间这位老师，李爷爷好。啊，你看没有？你好，你好。好，你怕不怕李爷爷点评啊？小朋友别哭啊。不怕，不怕，不怕。你看，咱们坚强点。李老师，请说。都这样了，我非得说好不可呀！啊，你刚才说我都挑不出刺儿来。您得为孩子好，您得实话实说。对对，实话实说。哎，你几岁了？6岁啊？嗯。5岁学的是吧？刚学了1年。嗯，不到半年。哎呦，那更不容易了。对呀。不容易，不容易。你就是身上啊太多了点，以后你给减点，不要那么多，因为你还小呢。你要把身上弄多了，净顾身上了，就顾不上唱，还得以唱为主。嗯，你看你这小扮相也好看，贴上辫子到现在，他说他头还不疼。哎，这有点本事。嗯，对，就冲这个，他以后可以干这个。以后想当演员吗？想。你看，好，你这么样，你回去以后把那唱上，再加加功，争取考上戏校。
好不好？好不好？好。我觉得他特淡定，你发现了吗？是吧？特稳，特别稳，有那个青衣那个稳劲儿。哎，你说什么？是怕不怕？而且他不怵。哎，李老师，这样吧，今天那个给我们小朋友伴奏的王佩欣伴奏是张子欣琴师，您点评一下张子欣吧。张子欣是我的学生。哦，您的学生。对，他现在是在风雷京剧团呢。哦，还不错，还不错，就是在拉的时候把弓子拉长点，现在弓子还是有点短。还有一个就是起的那节奏啊。你得给那个锣鼓点起的一个节奏，噔噔噔噔，就这节奏，噔的噔噔啊啊噔，就在这，也不能慢，也不能快，啊，以后注意点这。嗯，好，感谢三位评委鞠躬，感谢乐队老师啊，谢谢乐队老师们，谢谢乐队老师们，好好好，乖，好，下面。第二位选手登场的是叫李浩林，是一位老生选手，他演唱的曲目是《鱼肠剑》，但是琴师伴奏的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王继辉。好，掌声有请李浩林登场。哦，又是一位小朋友。谢谢李浩林，我看出来了啊，这是我们西西，小时候叫西西是吧？哎呀，他是李阳的儿子吧？李老师，对对，哦，这是怎么回事？李老师，您介绍介绍。李阳是我徒弟啊。哦，是您徒弟李阳的孩子呀？对，哦，他也会拉胡筝，我会一点。他原来拉胡筝嘛。哦，他的亲爷爷就是天津戏校教胡筝的。哦，人家胡筝老师，人家是世家，对，世家，没错。我觉得他特别的淡定，特别沉稳，我觉得挺好的。其实董老师，李浩林嘛，小时候那个秀气样，我想让他唱小生，那现在学马派，那他我喜欢老生好。你看，他也很委婉的拒绝了你。对，谢谢，请评委点评一下，好吧？嗯，好。首先请杨驰院长点评。我觉得你就应该唱老生，得是吧？拉胡琴儿。有几个能成为李祖明的？嗯，好，成功率太低了。而且你的扮相也不错，你看就是一看小老生，非常的秀气。对，而且我发现他这个身上，逢左必右，顺，哎，非常顺。这个小孩儿，你今年多大？12。你看，12岁，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毛病，就有一点要加强脚步。嗯。好好的练功，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演员。哎，谢谢老师。哎，对，好，好，有请李爷爷点评。我跟你说，你这个，我一直就劝你，先当演员，但是演员要没这个，就特别痛苦了。那怎么办呢？万一倒仓，这倒仓要没倒过来，你还留一后手，拉胡去。这么拉还是哎，这人生路给指明了。因为现在演员太缺了，像这么个老生啊不容易。对，扮相啊，个头都还成，这戏也是打基础。
节奏太慢，你这玩意儿不给人给观众唱跑了，这跟那个乐队也有关系。王启辉现在是那过门啊什么得往前催啊。这位是您的爱徒，对，琴师，对，王启辉，在国家音乐院。你就记住啊，我跟你说，就是唱是这样，那过门你得往前催的，他才显出精神来。那过门跟他一尺寸，他越唱越慢，就这么一道理，还说得过去，还成。好，谢谢，谢谢评委老师啊，谢谢乐队老师啊，谢谢。接下来这位选手呢，是我们评委当中杨赤老师的行当，是花脸行当的一位选手，他的名字叫宋宇泽，为大家献上的是李逵下山，担任京呼伴奏的是琴师刘鹏。好，掌声有请宋宇泽。哟，你看，哟呵，有样，太可爱了。宋宇哲小朋友啊，你觉得你今天表现得怎么样啊？挺好的。挺好的，嗯，非常自信。行，你最想听谁第一个给你点评的？我想听杨赤老师给我点评。哎，小宇哲表现不错啊。说句心里话，6岁能把架子花这段能唱到这种程度很不容易。这个架子花不好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节奏啊是变化的，它不是一道汤下来的，下来之后还要再催上去，刚才它都有，说明老师教的不错，说明我们那个小宇泽也非常聪明。哎，下面让那个李爷爷给你挑挑毛病。好，又装我这儿了啊。对，他就等着这个呢。对，就你这一上场，这还真有样。嗯，但是杨赤就这样没完没了了。嗯，有一点儿就够了，没完没了这样就傻了，知道吧？再一个，你现在这唱啊，你有的地方就不趴弦，怎么回事呢？就是气儿不够。你醒的烟雨我急，心唱的怎来是有温的难，一盏一盏一人的热酒香。有的地方你就是没在弦上，有点塌掉。嗯。还是跟胡劲跟的少，平常必须看他的录像，多看多听，跟着他一块唱，这就不一样了。这我教你的，看他的影像，听他的录音，你就放着他那，你跟着他一块唱，多唱着，熟能生巧。没错没错，而且这对你耳音有好处。嗯，多听多听，他耳音就熟了，你又不会不在那胡劲调门里头。对，提到琴师，您点评一下刘鹏。那甭点评了，我压根儿他就不会。我一看就是不会，这打鸭子上架这个。他跟我学，我太知道了。拉这个原派的东西，架子花单一股劲儿，
其实祖斌老师评价刘鹏就评价我一样，我从小李老师没少骂我，你节奏不对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回去练去。李老师打是疼，骂是爱，他是爱护你。真正为你好，就得说你的问题啊。所以我跟刘鹏心情一样，我喜欢听李老师骂我。好，李老师一夸你，真棒，太棒了，完了，这完了。可以这么说，原派我老师的这个东西啊，嗯，知道最全的，知道最细的，嗯，是祖云老师。因为什么呢？袁老师呢，那个时候唱戏跟祖云老师合作者，所有的唱腔，掰开揉碎的，跟这个李老师一块研究。所以说呢，李老师拉这个原派的唱腔，那是。所以说你要想把原派的这个胡弦拉好，那你说用别的唱腔一套，嗯，没法套，嗯，单一路你必须得知工知令的去学。嗯，哎，那李老师您跟袁世凯先生是怎么结缘的呀？因为我79年啊，嗯，调到中国音乐院，嗯，就跟袁先生一个团，嗯，而且袁先生跟我父亲这关系，嗯，同时呢袁先生对我特别爱护喜欢。哎，我呢赶上命好，嗯，愣能碰上像袁世凯这样的大家，嗯，可以说是到袁先生故去，嗯，所有的戏袁先生都是我拉的。哦，而且袁先生呢，这大家呢，他是天天都改，就说这下山他且得琢磨呢，就随便一个群英会的曹操，嗯，我这两个行弦应该怎么样，那都不一样的，嗯，节奏也不一样，他的表演情绪都不一样，嗯，他一不一样，我的出来东西也得不一样。对啊，那老变哈，对，要求非常严。但是你这个弄好了，台上他光彩呀，他就是不一样啊，嗯，对不对？我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您和杨炽院长也是多次的有这种业务上的合作，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最近要拍电影，哦，九江口，嗯，所以我们请李老师去给我们在音乐上把关，嗯。因为可以这么说，原派艺术大家都认为是表演艺术，嗯，好像是唱腔方面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复杂，嗯，其实呢错了。袁世凯老师对唱腔的重视，我觉得那不亚于一般的铜锤，是尤其后期，嗯，特别重视唱腔，哎，重视。他觉得架子花，不是你们的概念，我就只会舞，我不会唱啊。他在唱方面，后来后一期，这十几年二十年间，是特别重视这唱腔，而且他特别革新，把这各个派的优点吸收过来，化成他的。嗯，他里头有很多旦角腔、老生腔，他都有。嗯，尤其那过门电脑是加点，他能接受。你看九江口镜子，原来打的第一杆当完了，他说这有点太俗。你给想想办法，我金子，噔儿当个地根儿，当个灯根儿，火，好，燃，当当滴答滴答滴，这是现代的过门啊。他能接受，对，而且他怎么接受？他觉得你是过门，我可以从表演各方给弥补过来。这不是大家艺术家，嗯，对。所以我说我还命运好，能赶上跟袁先生一块儿学习，嗯，尤其后来他收了杨炽以后，我老去大连，对杨炽特别爱护，所以我跟杨炽熟就熟着，多少戏啊，我们老在一块儿磨合，所以他有今天。所以你这个呀，我教你的办法呢，要想唱好了，你就是最笨的办法，就跟着他一块儿唱，他怎么唱你也怎么唱。这样，我给你提个议，咱今天现场学好不好？咱们就请杨炽院长和李祖明老师好合作一把，好不好？咱们现场，你看这手都出来了，欣赏，可以吗？可以啊，来一段什么？九江口，咱们意思意思，看夕阳，意思一下啊。好，欢迎两位。
起来。张定边有国事，谋问心痛，烦太棒了！哎呀，太棒了，真的是示范。对，示范，太经典了。来，麦代林老师，还好没忘上，特别棒，太棒了。请坐，请坐。两位老师有多长时间没有合作了？要讲演出，能有十多年了。十多年了。对。那今天合作起来什么感受啊？就像昨天刚合作完一样。真是宝刀不老。李老师真的是，说明这个。这个袁先生这几出戏您记得忒瓷实，比较瓷实是吧？忒瓷实。为什么？我跟你说，就主要就是掌握那个气口。对对，就是感觉他那缓气，哎，对吧？哎，垫的得合适。这垫的，垫的是这种情感。其实呢，拉胡琴啊，更要有心劲儿。哎，对，你看是吧？更要懂得人物的情感，你才能拉得出来，给你感觉哎。不一样，我觉得李老师的达到这个境界。哎呀，你夸奖！刚才就别看这散板，嗯，就四句散的，不好唱，不好拉。这四句散板，嗯，那个你先生特别重视，对，一句一句琢磨的这是，因为你把这四句唱好了，后头心思果然就好唱了。对，所以我说这出戏啊，真是袁先生的。经典之作，所以啥？嗯，所以这次我说拍这电影是对的，留下来，留下来，精品工程啊，精品工程。哦，太好了，我们期待着这部作品早日的能够让我们大家一睹它的精彩，好不好？谢谢，再次感谢两位。好，刚才大家欣赏了我们著名京胡演奏家李祖明老师和我们的大连的杨赤院长合作的精湛的《九江口》的精彩唱段，接下来来自。四号的罗真选手为大家献上《四五花洞》，掌声有请罗真。你别唱了，你听我的。这个您知道有耳闻吗？李祖明老师的点评风格，比较犀利。你有这个心理的准备吗？有这心理。有这个，那好了。首先一条，你那旦角的嗓子不发音不对着呢。啊，你什么呀？我知道你这是玩嘛，对吧？但是玩也得玩出点名堂来，尤其你唱这四句。那怎么说呢？我的意思还是像这样的玩玩可以。你要真想，还是单独学一个派，我就学花脸吧。好，你能来一句吗？没问题、啊。我想听。老师们能不能来一段《野猪林》？
当年关系把人伤。来，流水。大音儿，你看没有？对，像这样还是唱花脸合适是吧？对，得嫁了比较瓷实，真是不错。这个人大伙听着多好听啊！哎，我同意，花脸好听，是吧？对，不错。杨院长，您觉得呢？花脸？罗真呐，我觉得你很开窍。其实呢，每一段唱腔，你唱的都非常熟，一听出来是下功夫了。虽然你比如说这模仿的不太到位吧，是吧？也不太规范，像飞似的，但是呢，对吧？你是用心了，我觉得是吧？哎，但是李老师说的对，你玩也是也要有个追求标准啊，是不是啊？哎，对，我觉得你还是适合架子话，哎，你的小嗓啊不亮堂，哎对，哎，这个男的唱旦角啊。首先得亮，您来一句呗。哎，没有啊，那个，你像宋小川老师，没上成群都能行。对对。再个呢，现在有宋小川老师唱四大名旦，你很难出来。主要怪他。别，不敢当。别。快，宋老师来表现一个。那我们俩合作一把，待会儿先听点评，那我们俩合作一把。哎，就是我觉得你就应该啊，转转听李老师的，哎。这个当然蛋卷没事玩玩也行，但是我觉得把这个架子花脸呢再精到精到，再提高提高，这个唱的时候炸音呢别太多啊，别句句都是炸音，嗯，炸音是得是那关键的地方才能用，对，这花脸的炸音是分搁在哪儿，对，什么东西都不能多，你知道，你要把这个唱好了，我觉得你在业余里头不得了，对，因为学这架子花太少了，太少，而且你真不错，你就注意点节奏。好，你要听我，你改成那个架子花。好，尤其学原版，行，你在业余里头你绝对有一号。哎呦，你看看，罗真那个内心感觉还不错。哎，对，是台上的感觉，对，感觉对的，好好学啊。好，找到了明灯了，指引了方向了啊。宋老师，快，没上成学，我等着呢。我们俩合作一段吧，你们老拉着人家已经现在学花脸了，老师不让他们唱旦角了。对，你不要那个拉人家，您自个儿来。好，你唱。来段什么呀？芍药开，牡丹放，还是那四句。好。Yeah.
怎奈他终日里愁思眉间。好，谢谢。您要点评一下孙小川吗？还放到最后再点评？孙小川就是那个那，哎，最后那成败跟那个云败我能听出来。嗯，前头那两句我怎么感觉是宋派，宋小川那派，宋他自个儿的派，你自己的派，宋寻城派。哎，对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还是不错的，对吧？不容易，夸你了，谢谢李老师鼓励。哎，我第一次听，那你这四句摇板能唱成这样，琢磨了，看来不错。哦，谢谢谢，不错不错不错，你还像唱小声的吗？不像了，我像唱花脸的。锵锵。不是，我发现李老师他褒一句还贬一句。对啊，前面夸他不错不错，你还像唱小声的。因为李老师从小看我长大，我跟你说啊，人家这玩呢不一样。宋小川，要不行你要现在唱段小声，那我就正经八百的评。对，对不对？对，爱好。他是反串，对，反串就玩玩，好吧？好，你呢还是到你这儿，你这还是转，你是正经的花脸，咱俩花脸来比赛的。行，好吧，好，花脸就这么约定了，下回咱们继续花脸。好，谢谢您的展示。好，下面登场的是五号选手范君杰，为您献上马派名句《淮河吟》选段《琴师李红》，掌声有请范君杰。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住了一座车，右手在把乱布拉，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他。谢谢范君杰。首先请李祖明老师点评一下琴师李红。为什么跨过去？为什么呢？先说琴是吧？对，因为这个马派很多故事特别多。哦，李红，您学生？我学生，李红是。李红现在就是那弓子，这右手的弓子没拉开，这么样那哪成啊？不大气了，你知道吧？昂个嘚儿一个噔，噔啦噔啦噔，啷个啷个啦，噔噔哒哒滴个哒哒嘎哒哒，这就好听。阴阳劲儿啊，你得弄好，多合合，只能就这样。范君杰是跟学金学的哦，跟学金学，他一直学马派，所以他老上我这儿来。哦，这两位您都认识？哦，老朋友了。哦。业余的能到这个程度，我感觉就不错了，非常好，对吧？嗯，今天唱的不成，今天他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再一个，这一段呢，好像我没怎么跟你多说，没说。尤其最后那腔，最后那腔，你把那过门全唱了，那没这么多，啊。我想采访您，您拜完李老师有什么感受？非常忐忑。这么大的艺术家能够收我这么一个小票友，年老的老小票友。嗯，我认识李老师是2004年，这么多年我们俩一直都是这个保持来往啊。那么他也到我安徽到我那去过几次，也跟我说说
借东风三娘教子。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七十岁、哦、对，我只爱好京剧。太好了。对、嗯、我只唱马派，只听张雪静老师的。那您这样，你今天想不想听李老师讲讲他跟那个京剧表演学家张学金和冯志孝的故事？好的。对吧，这是特别有亲情的一种合作。马派宋小川，你给我点着了，我都没准备，怎么又讲故事了？就是不让您准备，就是不让准备了。当然了。主持人差评，差评。董老师想不想听？董老师要。差。那个冯志孝冯老师，因为他在中国京剧院，嗯，我调了来以后就跟袁先生一个团的，嗯，所以呢，他的这些马派戏啊，我们合作的挺多。张学晶呢，是因为我们父一辈子一辈，啊、哦，就张金秋跟我父亲这关系。是的。再一个呢，我跟张学晶呢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哦，跟那个学晶也是，怎么说呢，我们俩特别投脾气，跟他们俩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嗯，而且呢，他们的戏呢也都是我父亲说的。嗯。一说戏呢，就是把整台乐队都拉家里。嗯。这是一个。二个呢，他们俩从唱法上区别挺大的，全是马派的腔、哦、马派的节奏，但是呢两个人的气口不一样，管气的地方不一样，这一不一样我的功夫就不能拉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说通过他们俩这个呢，我就说一条，拉琴呢你一定要掌握演员的劲头。对，这是最主要的，演员的气口。是的，平常要细致，要观察，嗯，要掌握，要了解，得了解，所以你拖出来呢，他就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对，对不对？像这样的问题啊，以后咱们可以单开一堂课。是的，这个话应该留在角儿下一集、啊。下一集、啊，好，下一集您继续来主持。继续来主持，就冲这个啊！我现在提前评一下。宋小川，您该干嘛干嘛吧。该下去了。你还让董毅做主持，你这主持啊，他的主持倒真活得胡问，他没有规律的，人家都有准备，说这一集我问什么问题，他想起一个问一个，想起一出是一出。我是意识流的想法。对对对。董老师，我站了半天腿都麻了，换回来怎么样？我不换，我坐着挺舒服的。哎，赶紧咱请这位嘉宾老师先休息了，好不好？请您。好，谢谢您的到来。下一个节目，我忍着悲痛主持。下面由我们第六号选手啊，石小元、邢鹏远为您献上新编京剧《刘伯温》的唱段，掌声有请二位。
心，术业难全。叛军趁机敢作乱乱，随地在边关，此时大赦心情烦。从今后人心惶惶，忧患难言，回头国泰怎敢急忙发跳跳。前不用宽难，谢谢二位，谢谢二位。今天多少有一点点紧张、啊、很紧张。因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李老师常去给我们说戏，他特别严厉，完了之后我们看他就有点哆嗦，冒汗，冒汗。行，其实呢，你们那个见了李老师啊，大可不必紧张。对，李老师这人呐、啊，面冷，心热，表面看着好像是一百个不满意，其实心里啊是非常热的。刀子嘴豆腐心、啊、所以说你们呢一定要卸下包袱，是吧？就把老师说的一些东西把它练好啊，用不着紧张，更不用害怕。其实董老师，我们国家京剧院都是请不动李老师，有时候因为李老师有时候真的全国各地邀请，特别辛苦。年轻演员一碰着李祖明老师真的也很紧张、哎、因为李老师很严厉。是，李老师是实话实说，在艺术上尤其是不虚伪，所以我喜欢李老师这一点。我也该说什么说什么。嗯，让我们这刘伯温也分享一下。刘伯温老师评论一下李祖明老师。别紧张，冒汗了已经。李老师呢对我们特别的关心，从业务上还有我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关心。我特别要感谢李老师。嗯，我拜师能拜在杨乃鹏老师名下，就是李老师的推荐。哦、所以李老师是我的伯乐，所以我特别的感谢李老师。感恩啊，感恩。而李老师好像是你们单位的，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哎，河南省艺术中心的名誉院长。哎，你离开了我们国家剧院，你跑河南去了。我们河南这几年的发展离不开李老师对我们业务上就是很大的帮助，特别特别大的帮助。李老师要讲两句话吧。您身在那个河南京剧艺术中心呢，谈谈您的感受。因为这出戏啊，这是新编历史剧，那个是河南的那个原创。嗯，几年了？咱们这有2014年，2014年到现在7年了。你看，但是呢好像唱的还是不是太多，所以我一直提建议，这戏必须得多演多唱，丑不冷的来这么一下子，体验不出来的。是是是，因为他唱的是那主题歌，哦，刚开始主题歌，这是刘伯温的上场的第一段。董老师，这个作曲都是李老师作曲的。对，我说唱腔特别好听。哦，谢谢，谢谢，真的是发自内心。因为这出戏呢，我感觉还是弄得不错的，连后头的开打弄得都非常的新颖。有机会得宣传，哎，对吧？这个特别有，要有这种宣传意识。对对对。哎，李老师，您到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做这个名誉院长多少年了？也不短了时间。我好像2010年吧。2010年到现在。对对对。因为我是河南人，我知道河南那边呢是豫剧的大省，所以我挺佩服您到了这样一个戏曲并不是京剧为主的地区来做这样的名誉院长，更不容易了。反正是我尽我最大的力量，而且呢，这个团呢好在哪儿？他年轻，嗯，都是年轻人，嗯，有朝气，对，有朝气，有希望，嗯，就这么一个。哎，好，谢谢谢谢李老师的分享。我怎么老抢主持人的事儿？对不起，宋老师，宋主持，宋主持人，您问问杨院长对于河南省艺术中心了解吗？了解，我也是地方剧团的团长，我深知啊，地方剧团要想发展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培养人才方面，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希望他好，但是呢好了呢他又会去别的更高的地方。对，那么不培养吧，剧团需要人才，就是有时候呢给他们请老师，
给他们排戏，让他们练功，心里是很矛盾的。所以说呢，你像作为我们地方乐团，真的是很不容易，要留住人才哈、啊。嗯，很不容易。实话，是这回可说实话了，对着呢。自从李老师到了河南京剧艺术中心以后呢，我也特别关注河南这边。这几年我觉得整个突飞猛进的那种进展，青年演员都是人才辈出，真的离不开李老师的心血。李老师您辛苦了，也谢谢二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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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参赛的各位选手，请各位上场。主持人，我俩呢？我们俩就是那俩多余的呗。这谢两位评委。来来来，感谢感谢，特别感谢啊！今天真是欢声笑语啊！其实我们用这种方式啊，来感受一下李祖明老师，我们今天卷儿来了的主嘉宾啊，他在对艺术上面的严谨啊。所以呢，也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来到我们的新人展演活动当中的我们这些小戏迷，还有我们的专业演员，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们。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远道而来的大连京剧院的院长啊，杨赤老师。感谢宋小川老师，宋老师，这主持人感觉怎么样？这演过的，我像下岗了。不是李老师，您不是说最后压轴要点评一下主持人吗？主持人还是跟你换过来吧。宋主持人上任了，京剧新人展播。展演，说错喽。金时间啊，哥，你想跟我互动什么？不知道。你想听谁点评？我也不知道。你觉得我砸了吗？什么意思？没明白哈。他那主持道真活的胡问。因为这单一门，这就是你不服气不成，对不对？嗯，要让我去干那宋老师那些事儿，我更不灵了。所以呢，也是再次感谢宋老师的跨界主持。是是。哎，今天来了这么多弟子，我还有一个提议啊，能不能请我们的李祖明老师带着众位弟子共同为我们带来一个节目？好，带来一个什么呢？带他们拉一个我父亲的那个新牌子，懂吗？叫新东方赞。新东方赞，好，我们掌声欢迎。
云多面手，闲托山水一颗心。成副业，傍菊坛，会知音，真性情。这就是本期角儿，金湖名家李祖明。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再见。我想问一个问题，刚刚您说12岁倒仓是吗？那他是准备要倒仓？不不，现在有点那意思了。哦，我们倒仓期间跟杨院长一样，就多睡觉。你怎么知道杨院长睡觉？哎呦，睡觉养嗓子。那小春的意思，我一天到晚净睡觉。那是真是，嗓子都是睡出来的。对，睡出来的。回这孩子，明天就该闭门就睡觉了就。对。刚才听了这个李老师的这个点评以后，有什么感受呢？倒仓，多睡觉。其实多睡觉，你看杨院长，你支的招儿。